沙地厝的这一块 ，OK。大门售票亭，好，现在我们要往文化路走，然后到府东站搭捷运，出发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：林偏苑 Family Garden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有很多公车可以坐，264拐洞幺、拐洞两、拐沟三。好，现在是13到14°C，降雨几率40%。好，内科21，今天没有营运。64拐洞幺、西门、都不知院、793、林家花园站的站牌。好啊，有树。有楼阁，我们现在走文化街22-19号，从这边开始走。好，这边有很多灯泡，树下很多灯泡，禁止左转。来，跟着陈元庆的脚步，我们在外面把它巡逻一圈。像这样巡逻外面一圈，大概也要一个钟头啊。照这样慢慢走啊，慢慢走。他这个要翻墙是很快的，咚咚就上。玻璃可以先盖东西啊，有铁丝网可以先盖棉被啊。对，翻墙进去的话，你要入侵。对啊，就是先盖棉被啊，人家都这样子啊。还是棉被要够厚。对啊，所以够厚棉被才能够挡住啊，然后要那个不导电的啊，然后要爬上去，然后底下就是地雷啊。够厚就会被刺。对啊。不过这个巡的话，应该是骑脚踏车巡啊。你都骑的。对，像这种都是机巡啊，你要步巡的话。哎，这盖有豆啊，往那边走啊，就是他脚踏车这样轻轻松松巡，手电筒扫一扫，边边角角看一看。总的啊，今天又是板桥的半自由啊，11点出发，下午回来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从文化路走到这个叫茶馆街，文化街走到北关。龟，哎，得关龟，不要这样变，得关呐，是啥？茶馆街，啊、茶馆街是得掉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现在是进入文昌街，蛮热闹的菜市场。哦，面店，本州面店，日本一50块，日本350块。哦，然后买水果。陈先生，你要不要喝饮料？啊？你要不要喝饮料？喝什么？看你要不要喝饮料。你要喝吗？我就。我喝饮料。六根。臭豆腐，30年老店，在某老店，在这个老店臭豆腐。文化街，哎，这边有冠军的，现在是挖贵总冠军哎。
又找到新的店面啊，来这边吃一下哈，好。来，先现在照一张好了，来照一张，这个又找到冠军店。对啊，找到冠军店，好棒！好了，我还在冠军。好，那来一个蛙柜。好，然后有蚂蚱吗？蚂蚱还在等。早上通通卖完了，现在又在煮。要煮多久？大概二十几分钟，你要不要？好，那我就吃蛙龟啊，有汤吗？还是什么？有猪血汤、当归汤。那不要，我不要汤。要吃蛙龟。我来，冠军蛙龟，难得发现。啊，文化路现在走到文化路的冠军蛙龟。没关系，都可以做。好，那你好，难得。啊！就林家旺写写过来，写成冠军蛙龟。没错，写成冠军蛙龟，所以呢，就在巷弄美食。修，好，吃个冠军蛙龟。休息一下，这个冠军蛙龟，影片我等一下一起传，一起分享。这是趣味的，你要让生活有新的感动，从而来，我们就享受一下。那个招牌花柜，招牌花柜，那招牌花柜卖好了。那就一个冠军，招牌就好了。好，招牌就好。OK， 吃起来怎么样？不错，你跟我兄弟合照一张嘛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还没空，好不好？好，有我们去吧。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不错啊，今天会玩得尽兴。冠军不知道买到什么，他在造反就是没办法拿冠军。因为冠军老同新主义北大蛙的，给我对一下。你看一下多少钱？哦，那只有这样。你是吃什么？吃蛙龟。你要问什么？请照片多少钱？来，那个谁照牌的？安妮，好，一起的啊，没关系啊。来，黑糖没有了，黑糖早上都卖完了。对，贵啊。然后中间他。来呀，刚刚你挂这里嘛？我的中间那个。你还有中间那个？挂那个啊？阿杰吃掉了。不吃。哦，没有。对不起。啊，你好，几个？两个冠军。好，来，这个先吃一个。陈先生，你喝什么汤？猪血汤，好。是。冠军50块钱，冠军的。
肉粽50，当归冬粉去当归。啊，你猪血汤40，招牌蛙桂40，冠军蛙桂50，桂圆黑糖是15。什么东东？板桥蔡家金赞蛙桂口味多元。来两个冠军，再量一个出血，一个当归啊。拍一个。好，谢谢感恩喽。老板。谢谢感恩。好，你看那个板桥，哥，你要看到冠军。对啊。继续吃。好，我的蛙桂吃完了。那你的蛙桂还没来？我吃汤而已。你吃汤啊，所以我喝啊。喝热汤。啊，等一下再继续吃。好，来陈云轩吃猪血汤。现在等一下，大概3点就回家，然后准备一下，洗个澡，就准备出门上班。对，啊，下礼拜看看要哪里玩再说。下礼拜天我也放假。你也放假？对啊。我也放假。刚好。啊，刚好。阿翔又可以。来请个，然后阿翔也可以。阿翔他现在就是说，我是不建议他骑机车啦。因为他一直要买机车。他总代行没有牌照啊，他要先跟人家借机车练，是我们的过程都是这样，借机车练，不是先买机车再练。同乡的干嘛？他还说给他买。那同乡的证件没办法过来怎么样？他既然叫他同乡都有驾照。表示说在台湾已经混得很熟啊，一定的嘛。他自己没有驾照。所以我就不建议，因为容易出事啦，而且说没驾照。出事找他。我是所有权人呢。我不是被搞死了。我们不是不帮忙，就是说他有驾照以后再。你有驾照再说。你没有驾照，我没有用啊。你财务损失是小，可是你没有驾照，你会被抓起来啊。这个是。你这样跟他讲，他讲什么？算了。你家公，我们是为他好啦。你其实他室内都可以骑 U bike。对，就是说，假设他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个市区内啊，综合啊，这个骑一下其实还好。要不然就电动车。啊，对啊，不然因为他来说，他上班都坐计程车啊。计程车很贵。啊，他是一组人啊，所以说划算啊，算是说。因为他们也是叫再来再去啊。那假设如果他一个人的话，就不划算。不划算啊！你就是要一定要开车啦，不然你就要买二手车啦。不然你机动就很麻烦。对啊。
以前那个别的人是他们是老板开车载他跟装备到现场啊，然后任务结束才再走啊。现在不知道啊，他们以前都睡工地啊。他也是做工。那他大理石的、啊，所以说刚才那个蔡静伟他有说，哎、欸，那不是阿翔啊，对啊，阿翔啊。他也知道。都知道，都我们一起混的都知道啊。你看当年我们就这样子啊。工地，你看我跟工地的友谊还维持到现在啊。可是不是那是某几个人啊，不是全。至少说跟大比其他少点多很多。我们还会联络一下。对，都联络啊，反正我干嘛去传家吃喝玩乐我来啊。嗯，好了，付钱，来跟老板照相，付钱走人。二月。我们家的爱心。嘿，老板，来谢谢你，哎、啊，我们兄弟跟你照个相。要跟哪个照比较好看？他比较好看。对，我比较丑。老板，跟哪？你们有什么奖杯还是什么比较好？在哪里？奖杯在哪？奖状，来，老板来照的，照一张，我去加。哎，奖状，碗粿，金湛蔡家碗粿北区预赛冠军。还是要这样拍，这样比较好看。他刚才中午去吃那个皇家冠军牛肉锅，他今天更难做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照相，照相。花过来的。我前面。来。好来，好来，老板来，马上好，照一下，来加马后啊，加马后啊，这个是。你有照奖状就好了。来，没有照奖状就好了。奖状拍得到啊，好了。他进去自己拍了。有了，好了，老板，来比个赞，哎，等一下瞄准，一二三。好，谢。好了，几号表哩？你还没付。没有啦，我来加叫啊！我是那个瓦柜嘛。啊，我是猪血汤。好，90，哎，总共90。好来，你的90块，好。我是偌济？50。那一家牛肉面就在那个林家花。拢咧搬桥不老的。新海路。哎，那家在新海路。我们刚才就从那里来的。谢谢感恩。哦，阿王有缘来佚佗，再来，再甲恁参观。哦，谢谢。那就拄安尼习惯，拄好阁有。好，谢谢啊，头家。谢谢感恩。好，走。东西都有带啊，有清点弹药都有。好，不知道西米露都打是吧？金站，这边左转，你有看到指标？没有啊。哦，你的导航是这样。哦。好像不止10分钟啊。前面就到哦，前面就是湖中站。嗯。那袂歹啦，那这样子板桥半日游。刚好穿出来，这里有面食，好像来过。你有来过？对啊，前面有那个庙宇，知道吗？哦。对不起，谢华不平，吃的。大东街，好，我们经过大东街。那这边是夜点餐，卫生局食品优良认证，啊，这间是不行。烧烧麻糍，还有什么？
牛奶冰。啊，这个。哎啊！我今天在那个啊，昨天晚上，昨天我在我的宁夏的时候看到什么什么那个强化玻璃的那个手机，那个手对，他有加一个手机，好像300多块。我看昨天晚上去逛夜市有看到。那个，而且是用文具店，新玉堂，那个贵宁。好，那就板桥慈惠宫。啊，就用个板桥慈惠宫。嗯，统一进门。啊，头前只有大衣架。那这，就摆着的话，啊，我手拜一下就好了，不进。啊。啊，这有板桥慈惠宫。啊，在哪说？板桥慈惠宫。对啊。点光明灯。400号抵达7号柜台待领。啊，你今天点光明灯了吗？保安宫。哦，你在保安宫点的。啊，是啊，是。哦，麦当劳，现在抵达麦当劳。对啊，啊，府中路的。那我们刚才走就是从那个林家花园到那个文化路。文昌路，然后再到那个府中路出来就，对啊，啊，就自叫本铺，我这边有会员啊，嗯，中中好康商品等您来抢购哦，那城市商旅偏。嗯，偏底号数，偏土号数，针灸美颜。那叫府中路，所以就是文化路通府中路，文昌路，文昌街，然后府中，啊，府中就直直走。面包空间，有西诺亚，那是跟对说台湾猪，那是空运咸菜，沙娃娃。时间包。还是很快啊！嗯，那这个是什么银行？板桥，板桥叉叉银行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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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过了马路就到了。啊，这条什么路？看不到。哦，府中行政园区，啊，府应该是算县那个。前面这一条是县民大道。哦，这条是县民大道，所以我们是府中路接到县民大道，就是府中捷运站。这还蛮大一片的啊。啊，这里会来过。嗯。
陈义军，你等我这边照张相，你帮我照一张，我跟着楚中站照张相。啊，你知道点那个白色那一个？白色那一颗吗？对，白色那一颗点一下就好。你看一下有没有？没关系，他就点一下，他有这样有晃晃一下就晃一下就有了。对，他就算拍进去。你那个你没有试过那功能吗？没有，我只是会啪一声。对啊，那不一样。啊，现在把口罩戴好再进去。等一下哦，我把影片传一传。那等一下要坐到哪一站？